心想这可是自己的地盘，如果能够将其一举拿下，那么今天就能加餐了。而豹子只顾着喝水，根本注意不到正在悄悄靠近的鳄鱼。终于，鳄鱼潜伏到了豹子身边，突然跃出水面，咬住豹子后就将其拖入水中。看来鳄鱼还是十分聪明的，知道自己在水中更有优势。尽管鳄鱼是两栖动物，可一旦到了陆地上，行动速度就会大大降低。所以此时将豹子拖入水中，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 只不过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只豹子竟然会游泳，所以落入水中后也没有十分慌乱。不过鳄鱼还是十分自信的，毕竟自己在水中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经验必然是更加丰富的。刚睡醒的豹子在河边喝水，却意外遭到鳄鱼偷袭，不慎落入水中。豹子面对这种突发状况，能否化险为夷？难道它真的会成为鳄鱼的盘中餐吗？一开始的时候，豹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毕竟自己刚刚睡醒，反应迟钝一些也是正常的事情。